主料猪心400克，辅料五香碎、八角几粒、盐、生抽、白酒、十三香、蒜10克，油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猪心洗净切块，泡半小时，去除血水，加入香料，加入生抽、料酒，大火烧开后，改小火再卤半小时，摊凉后，去除卤料，把卤汁和猪心放在盒子里，进一碗卤好的猪心贴片，浇上配的好的蒜汁，烹饪技巧，卤后放在盒子里浸，可以减少卤的时间，让猪心尽量的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